成绩变好以后，你有可能到这个总冠军赛的时候就有机会拿到总冠军。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安打，一直滚到全垒打墙边，跑着这时候在三垒被挡下来，球也已经转传回来了。这时候被杨冠威呢打了一个中右外方向的二垒安打。原先在一垒上的郑兆航呢是上到了三垒，这时候因为差八分了，所以不会勉强来闯本垒。这球打得有技巧 ，power 真的很好。击中球的瞬间，他的右手有加压，让这个球的延伸的力道能够更完整。看看击中之后，右手再压出去，